那么大，我知道大家有信心，我很感动，但我绝对不会掉眼泪，我一定会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一定会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赢回来中华民国，好不好？好，赢回对台湾的使命，好不好？好。民进党执政无半步，选举全后步，过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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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伊无什么招啦，四年前我们国语市长咧选总统，伊是安怎叫人拍败？你敢知？伊就一个抗中保台，啊，就惨啊啦！今日那一条，咱要伫只阿好啊啦，咱食饱饱过好日子啊！伊就一个抗中保台，啊，即嘛咧，连我。韩所的国民党，伊都甲骂咧，佮同款用这个抗中保台的方式，佮或者阮叫做红派啦，这够有道理，这够有道理。好，好。迄两天，信件说明会，讲一句话，我真正我听袂落。伊讲中华民国是神话，啊？我真正听无咧，伊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。那讲中华民国是神话，鄙视我们自己的国家，难怪我问他，你要不要放弃台独？你要不要冻结你的台独党纲，或是放弃你的台独党官？一句话都不应我，应该讲中华民国是神话，鄙视中华民国，看不起中华民国宪法，这种人值得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吗？不值得。咱这代得后一代比咱较好。结果呢，咱后一代人既然要面对战争的风险，民进党两岸化到即马，无爱沟通，无爱面对，即马变成全世界上关心的兵凶战略的所在。所以因反对民进党是因的囡仔，无爱去上战场，对不对？我讲啊足清楚的，我一世人一直保护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是甲我饲大汉的妈妈，我什么拢无，行起来舞台是恁花的，国家花的，我最好就徛在这个所在。所以我爱我妈妈，打养育大汉的妈妈。我死嘛爱拼，我较艰苦嘛爱吞，欠侮辱嘛爱忍耐，袂使受气。咱一切为着这个土地人，为着咱的中华民国，为着咱台湾，所以讲一句话：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，台湾是我的事。我一定用咱的实力确保和平，把咱的国防军备自我防卫能力提升，保咱台湾，对不对？国民党，国民党，国民党，胜利，胜利。